各位中国的企业家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墨西哥 Tetacavi 公司的 Neil 刘建波，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向您介绍我们公司。由于中美贸易战以及当前的新冠疫情关系，您是否有 25% 甚至更高的美国附加关税的困扰？您是否有美国客户订单下降甚至取消的担忧？墨西哥绝对是一个您需要了解的选择。墨西哥毗邻美国，有天然的地理优势，可以大幅提高您的 GIT 水平。墨西哥是 NAFTA， 也就是即将更名的 USMCA 的缔约国，产品销往美国市场可以享受零关税。对于出口型企业，墨西哥还有 EMAX 免关税政策和增值税免税政策，这里还有廉价的劳动力，普通工人月薪在500美元左右，包含社保福利。我们的核心业务是向外国制造型企业提供在墨西哥投资、设厂、运营管理等相关的各类服务，让企业在墨西哥经营没有后顾之忧。 Tetacavi 有我们自己的工业园，向客户提供厂房出租业务的同时，我们还要提供 shelter 服务。 shelter 服务这个概念对中国企业来说有一点陌生，所谓 shelter 服务就是指外国企业在墨西哥不用注册公司，利用 Tetacavi 现成的 EMAX 证书和增值税免税许可，以及我们自己的专业团队，不是外包，向外国企业提供包括行政管理、招聘新员工、培训、工资单、代发工资、代缴社保、员工通勤班车、工会关系维护与谈判、政府关系维护与优惠政策的申请、 EHS 合法合规性、会计与报税、当地物资采购、进出口报关、物流、美墨快速通道、美国物流中心、来自中国管理及技术人员的入境许可和工作证等等，与运营相关的各类服务。我们屏蔽客户在当地有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客户只需把精力集中放在与生产相关的，比如原材料的采购、生产管理、质量控制、库存管理、设备维护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核心业务上。 Shelter 模式是帮助制造型企业在墨西哥快速启动、高效运营、按时出货的快捷通道模式。这种模式之所以高效并广泛地被欧美企业所采用，其精髓就在于它实现了专业的人做了专业的事情。如果贵公司与 Tetacavi 合作，我们最快可以在2到3个月内帮您实现在墨西哥的投产。到目前为止， Tetacavi 是墨西哥最大的能够帮助外国企业租赁厂房和提供 shelter 服务全方位一站式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之一。我们在这一领域从事专业服务已有33年的历史，拥有50万平米的厂房，服务过来自世界各地共计75家公司，雇佣24000余人，经验十分丰富，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。如果您有兴趣来墨西哥投资设厂，那就赶快联系我吧，我在墨西哥恭候您的光临，谢谢。